下，都可以。哦，神奇，神奇。我们来前面啊，快走的，来，这位有我一个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有飞鱼，有飞鸥。单程闸，我手表用搞公斤，我看五万桶。还有外虾子吗？虾子有，金目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来看桌面有什么哈，等我一下。早安。哎。看昨天就知道啊，昨天看桃园就知道，因为母亲节有餐，然后。哎，才帮你们，母亲节还有那个天气好，天气好又餐，然后还有那个。我过来就是没有，我不是平安。但是没有，什么意思？我不是平安。那不管会变天啊？礼拜礼拜，礼拜有啊，礼拜是因朋友。阿坚，没么阿坚啊？礼拜有哦。礼拜花到晚，花到十二点。明白。尾鱼呢？深岸呢？最近因为大家焦点都跑去黑尾鱼了，所以这一种黄鳍的就会出来了。这应该是东港买的。这应该是东港买的。那东港那边的杀那个鱼都是用那种炮弹刀，黄圆的。士兵早。我去看东港他们杀那个黑尾鱼是塞旁边切两刀，然后从后颈切下去，然后从肚子一刀往前面五百流下去三百六两百六，这是尾鱼，这个要露营可以用啊，炭烤用。哦，New York 早安，瑞兆早，秋瑾早。我已经淹破了呀，淹住了呀。这是黄鳍尾鱼，杨家兴早安，彩云早，文宽早。
的叫做黄芪，吃了吧？然后最近在流行的叫做蓝芪，蓝芪 ，bluefin tuna， 这是 yellowfin tuna。伊迄种即种台法是日本人台法，是啊，不台湾人拢台。台湾人拢开圆形的刀啊。都几摆啊？嘿，做新的。几摆啊？两百两。你几摆好啊？过百了，几摆好出价了？过百了，还是几摆了？咩人啊？要看桌面哦。许愿力早，看一下，哎、欸，那个布拉希有、欸，哎、嗯，那个一盒一盒布拉希、嗯嗯。这边有手卷丝木鱼丸，然后竹夹鱼。那个好像是金木鲁吗？网购。黄鱼、飞鱼、乌青、红沙、咸猪肉、恰章吗？狮子头，然后有樱花虾米、澎湖抽。两尾有两尾，尾尾尾尾。澎湖抽，鲑鱼、澳洲、泰国虾。海基母鹅啊，金木鲁、蛙鱼、红尼罗、七星鲈、安哥大只的北青、柳叶鱼、咸猪肉、红烧牛腩、葱仔饼。OK。嘎吱早。康兰早。这个怎么？这个一份两百。好。你这用好。啊，不要公布。啊，不，我跟你公布好。不好不好。老人拍下这个字啊。不要紧啦，我用起来来讲。好，这样就好。你有两百哦。四百六。你四百五没？四百五。四百五没？你这手机没人玩哎！你好，兄弟，这不用不哎？你是我买开的对吧？用不用不用两千？伊毋是无银行，所以无想要坐。伊毋是无银行，所以想要想要坐。这是我毋知哦。我看着知，侬嘛无想要采鱼啊，无想要抬鱼啊。
清解开始，黑尾鱼大出。啊，那也未来，也未来不多。那同学也未来哦。对，同学。大家爱上固定爱来上班那些啊。来来来。跟讲，听讲到伊个认出声，三百六来。你买种有三块种的。内底有掺东西哦。对啊，哎，老伙仔，我也唔敢有食。鱼不了鱼哦。烦恼哩，伊无你家炒起来就完嘞。哦，安尼新红贵宾是遗传你的。你讲爱食？澎湖粗很好吃，不用处理。什么虾啦？啊，什么虾？用卡雷啊。用卡雷，大汉嘛听我用卡雷，我知你想听过。克东尼啊，伊个白虾。白白哦。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好啊，再见。好，拜拜。好吧。哎呀，那哎呀，哎呀，这个不错哎，你讲，我可能哎呀是用，我本身都是用的，我这边不贵，我讲。你若选着冬天较济，干贝拢干贝啦，买只干贝，干贝歹食，你食干贝创啥？鸡背鱼啊，哈，买鸡背鱼啊，食背下背好条虾条虾，飞鱼条啊，你安那卖？我只两百，我买两百，我买两百啦。因为这个要买走，没有一盒一百。玉峰早。我为什么买这个四十名？两个家。
出来。那个波拉鱼呀、啊。还无。我以为说要买一个，好谢谢。你昨天有去大园快闪买，因为你怕站太久会买太多，我知道。哎呀，昨天大园还不，昨天大园蛮多人的、啊。哎，英雄就三把了。三把。哎，你就三把了，那就三把了。我三把呀。我买两把，买几只？买就准拢三把三把。哎呀，我你分了。哎，无现在两百，两百了，你看无你卖两百呀？哎，无卖两百。无两百，哎，大粒，细粒，细粒都卖三百，佮大粒嘛卖两百。哦。系啊，伊等几罐啊？等几罐无？我卖你啊，等几罐？今年两百，我卖两百呀。等几罐无都卖你两百，今年超过两百物件就无都卖你两百啦。哎，伊讲蛤蟆一百会使卖无？系啊。你无在往天路卖？你要做生意，就赶快回去。去，去。没有。而且较冰的无，我较冰的哦。我要过道才要推上去呢。我较冰的。这找五十。嗯，我再去拿一百块。这找五十。要到多少位啊？还会。还会啊。今天有难赚的虾子吗？我看一下啊、哦。好像有哎、欸，箱子好像是一样的。今天有抓饼吗？哎、欸，我还没，我好像没看到抓饼呢、欸。今天有抓饼吗？葱抓？葱抓饼。今天没有葱抓。只有葱仔饼，没有葱抓。今天虾子是南庄虾吗？我问一下。今天是南庄虾。今天是南庄虾。南庄虾子，今天是南庄虾子。哎呀，一人。南庄虾。海吗？藕缸，海无锅，好像是藕缸。
哎，护林，哎，多快点，咋？有帽子啊，周志文早 ，Hello， Good morning to you， OK。三倍啦，三倍还不赖呀，三倍便宜啊。讲你办三倍啦，三倍啦，你名嘛了？我知啦。系啊，所以，所以你。黄淑明早，黄琦早。